走，我去捞柴。我还剩一头鸡。一鸡嘛，那个头一头有个小背篓，哪儿哦？跟那个爬盆儿，那头吗？哎，那个猪圈木头。你等等我，我找他都。我光说嘞，喊我在屋头，都帮你干干点活路啊。啊，那把小姨们带出去耍了，喊我在屋头干活路。好，拍一组大片哦。那拍婚纱照。哈哈哈。哎，松棍儿。嗯，都是我们要不要比赛？比赛吗？嗯，看哪个闹得多是不？哪个先把被都准备起来？哎，那啥子，我占个大便宜哦。不一定哦。你看我的被都比你的被都小好多。不一定哦。够装满一百多了吧？这都装满了的，按都按不下去了。我过去找勺子了。把它踩紧点儿。小姐。嗯。我是给你打死掉的。啊。真的呀。对呀。我听到好像说的是他带起小姨们出家不得回来了，不回来就算了，那哪个会不回来哟？你娃儿些哪个会不回来哟？那是迟早的问题，不晓得哪会回来，管哪会回来。但是他为啥子带起小姨们出家呀？我倒是那个问题要追问他了。你不要看他两个有点啥子啊？人在气头上，你把他打出去了。应该不得。我平常看到他们都是嘻嘻哈哈，这种我都有点看不下去了。应该不得哦。他把你哥这点分头吃掉。希望没得啥子的嘛。有啥子的话回来就喊那个打断。我得要跟他打断。应该不得。那还是有这一点分还是有的。嗯，算了，我也不说了，我只是问一下的话。没有。哦，这还提醒我嘞。好。等下还背不拢布，难提。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你咋子？
看嘛，我和小姨妹都在外头耍，我们两个还要辛辛苦苦的来捞柴，就这个，哎，真的是，看来就没活啊。这背不起我就歇会儿哈。好。要让我咋子？赶紧烧点东西。我的花盆没了。还有你的衣服啊。还有衣服啊，我的衣服也没有了。谁是啊？你赶紧拿哈。好。然后把菜背回家。对，放放。放的嘛，对不对？要的。有一双鞋还好。哎呀。哎。要是有口水就好了，现在。帮人家带点水。你倒柴还带水的啊？哈哈哈。好了，歇了，起了，走走嘛。